天来到台北的鱼市上影水产，有很多可以吃水产、吃海鲜。龙虾，这间叫竹海，然后中庭这边可以用餐。露天户外的很舒服，旁边也有停车场。还有卖烧烤，料理帝王蟹，帝王蟹脚，玫瑰岩岩，上影水产，今天吃这间叹道，白酒、红酒、威士忌、咖啡、海鲜类，无薯啊呢？哪呢啊？一个节瓜。我有笑出来，我有笑出来。笑出来。我笑，我笑出来啊。会分开澳洲啦，回来，伊啊回来，过两个月，过去澳洲，过一阵。啊，可能无安。飞机，啊，过天神座，一个机场。啊，过来，上注意哦，过来，迄个临时驾驶个证件。玉米笋。当然。临时驾驶证。帝王蟹脚。黄体粥到这里先啊，肯定啊，我知道，那肯定。海鲜味噌汤，香芋杰出校友一定，我们厉害哟，好厉害。
火焰烧，楼上也还有座位哦。
连水都这么高级。